鹿晗恋情跑男团送祝福，关晓彤深夜发朋友圈晒鹿晗亲密照，只有他选择沉默。说到娱乐圈的明星们，除了演技和各种节目之外，自己私下的生活也一直受大家关注着。而作为明星们的粉丝们，对自己爱豆的恋情更是不能接受，就比如说今天的鹿晗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鹿晗的一个恋情公布可是轰动了几千万网友们和粉丝们的心了，直接导致微博系统瘫痪和朋友圈各种刷屏，可见大家对他们的关注和人气到底有多高了。而除了网友们之外，鹿晗的平时的朋友们，特别是奔跑的兄弟当中的几个人，也纷纷留言表示了祝福，评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被推上了评论的热门。作为朋友们第一时间评论祝福，也是直接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了。但是并不是奔跑吧当中的所有人都大方祝福了，小编发现有一个人就选择了忽视，并没有露面，这个人就是迪丽热巴了。要说到迪丽热巴，也被网友们认为是绝对的受害者了。一直以来作为节目 CP 的他，自从和鹿晗惹上关系之后，就一直被他的粉丝所攻击。而作为已经有女朋友的鹿晗，却并不出面澄清，也不选择维护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在节目中表达出对热巴的喜爱和关注，也被认为是演技太好了。而今天的热巴微博也是被网友们刷屏了，纷纷对他表示关心和维护，认为他这段时间受委屈了，想必此后的人气会越来越高吧。